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Grace， 我是 Happy。我们现在在影阿哥，现在我们要来找美食。Let's go。啊，他这里，这个好，因为你写到这里有什么东西吃，就在这边看咯。所以这一层楼就是有这么多。这个是 The Chicken Rice Shop， 粗料沙拉也是有。这个米亚博就是卖那个泰国船面的那个，就是它的那个一碗就是一口，然后你要吃很多碗，然后排得很大。我就是想吃这一个，因为每个讲很好吃的，就是泰国的，但是还没有，要不然我要试一下。这个是 Hong Kong Seafood Restaurant， 它是卖那种竹草东西的了，竹草那种。焦的这个他就没有卖金鸡饭，有一些地方还是卖金鸡饭菜的，是中餐，经常是中餐，好像有点港式的那种料理、卖这些东西，下次才来试一下这个给你们。这个也是法国的，我们先来吃这个叫做 Ochaki Seaweed Slaw，它里面就是青瓜、萝卜，然后肉松、花生。这个是这样开的，这个是海苔肉松，海苔肉松饭，哇，脆脆的，它撩，还算不错啦，好吃。它是刚刚做出来的，还热的。那个饭还热、嗯，不错哦。吃这个，它的青瓜丝很脆啊，很开胃啊。嗯，是这样吗？咖喱的。哦。然后就包回去，我就吃。不要吃，睡觉了。哇，多料哈！但我还是觉得这个比较好吃，因为它有那个菜脆脆的，是吧？有那个菜很开胃啊，这就比较单调一点点。这是是沙包才有的，这个好吃，这个我推荐。这就是该我们吃的那个，这个你要的时候它才放那个纸在上去，所以就比较好吃。这有 secret recipe， 但这里本来是 tea life 来的，可是为什么 tea life 不见了？他有什么要吃的东西？刚刚我们就去吃了那个Ochaki，然后这边也是有卖那个 cheese tart， 我改到 cheese tart。哦，这一间是数量也有，这边才有的，叫 Body Station， 他有卖那种nasi lemak啊，还有那种糕点，有一些是好吃的。还有那个油炸鬼，油炸鬼是有一个是叫做 Gawin 就是 Gaya Chandranda 的意思，这间我们还没有来吃过。它也是卖那种炸鸡，看一下也是有卖奶茶，哎，有 Tteokbokki 哦，可能是韩式，韩式，所以它这种是一色一色奶茶，哎，有烤布雷，牛奶果汁，这个有没有？这个有，有啊，要一个。好吃哦，这个东西就是虽然讲是贵了一点，6.9块，好吧，好吃就算了，值得。就说好吃，开心就好啦。是。
这是我们吃的第二样食物。这个你要怎么样形容？如果是真的不知道的，蛋挞中间，但是是它有很 creamy 的，但是还是冷的。然后你再把那个糖放上去烤，它是这样的感觉。那个、焦糖，哎呀，非常好吃。虽然讲太小，太小了。他怕我们肥吧？太好吃了、啊。哦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它的那个焦糖很加分。嗯，这吃了真的是停不了口，好吃、哦，软软的 ，creamy creamy。好了，这个有美味认证。这个有了。哦，这个的烤布雷 pass， 再到 max。这个叫做瓦锅，卖什么的？不知道，那叫肉丸饭，薯条肉丸。那啥？独孤肉是卖韩国菜。这边也是有 famous episode， 然后那个 barbecue chicken， KFC。这里也是有 Subway， 这边也是有这个日川 Tokoyaki， 这边也是一样有那个牛鸭 House， 哎 ，Lucy Kitchen 刚刚没有了的，然后这个是旺角，旺角就是很多人会来吃锦鸡饭菜的一间店，要不要去走一圈给你们看，再有什么东西吃嘞？好，我想看一下。可是每次进来这里是看了一次，你他就会打碟子，然后他就问你要什么菜，然后你就会忍不住想要拿来吃了。因为如果早早那一轮是你看了这些，你讲我们就是想要吃这些吃得饱的东西，然后就是卖这种哦，榨菜饭哦，榨菜饭。就是这边有个叫 Popo 玩的是新开的哦。是卖那种巧克力饼干格洛布，这个好像很可爱。哎，看一下那个价钱，是很贵哦，吓死了。这种是我们比较少见的，这个我好像没有看过。Gummy bear 有七多少？我好像没有看过的这种零食，外国货。就是卖这种蛋挞那种。OK， 所以我们去那间有一间面包店叫做十五米面，很香的，然后很多面包、饼干、甜品、蛋糕。这里有蛋糕，还有马卡龙。哇，那个好像很好吃。它的蛋糕是十多块钱，这个是哦，这个是十一块一个。很想吃。这是我们有吃到一个很好吃。Halloween。Halloween。你看它的小蛋糕很香，一十块钱。你这种啊，你一个人啊，庆祝生日啊，这样啊，或者是几个朋友啊，就可以买这种小小的。因为不想吃太多，我觉得上面那个大个的也是。我觉得上面那个很像很好吃，像有那个那它的颜值还是很高。哇，这个是 cheesecake 哦，48块哦一个。嗯，不便宜了。哎，那个也是很美。哦，还有小的也是。哦，小的。小的才10块。小的比较可爱。就是如果你自己吃啊，这样。哇，去好像全部都好吃。咦。这个是马卡龙，多少钱？15块8。哦。下面这个是。这是 unicorn 来的，我才发现到。哇。个破掉了，有点可怜。可怜。OK。清澈而愚蠢的眼神。也是有烧嘞，然后还有一个每次下到来都很香的，就是那个茶叶蛋。嗯，它茶叶蛋哥，还有一个很好笑的，没有剥壳服务，谢谢。要吃自己剥，不要叫人家帮你剥。然后还有悠悠，还
还有那个幺幺芝士店幺幺幺幺幺幺那个卖优格雪糕的幺幺奶茶店。哦，提来反过来这里吧。卖猪肉饭。这里是零食店。是来沙发也是要买的。这个很好吃的肉干，这个是三打根的，猪蹄都讲什么殿堂级可颂啊！哎，今天坐没有人排队的，之前不是讲要排队排很久吗？想吃哎，叫做 Almond Caramel， 那个了，这个，啊，你杀多少钱 ？OK， 去还钱。一个可颂要13.3。为什么不吹啊？我以为是吹的哦。那不然也不错。你觉得 OK 啊？没有好喝、啊。可是不应该是比较脆一点的吼、哦，好吃，好吃啊，吃完。它、啊、好吃是好吃，可是我觉得它不值13块哟。这边是楼上那边，然后这边之前关了的 Food Court 现在又开回来了，去看一下。这每次都很多人。这个是我们最喜欢来吃的斋的榨菜饭，然后最好吃是这个炸的菇。我们就叫了这个两碟，这边一共16块。就是在这一档哦。是素的店，炸骨来的，不是很好吃。这个就是吃那个纳西阿杰很出名的那一个，它是炸鸡，然后上面淋那个汁。啊，就是这个喽，一个很出名的，哇，这是吃烧多的。是吃马来餐，阿阳饼的鱼干饼的，7.13块。整个会客就是这样了，剩下1、2、3、4。刚开到了，剩下很多都没有开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开。这边有那个金梯，我上次有介绍过的，在讲那个珍珠奶茶火锅的那一期。那还有蛋糕，我们买蛋糕回去吃吧。